我们今天是发行我们的专辑，叫做《Share Love》。然后呢，有一首歌，我觉得大家今天实在是太可爱，所以我想在这边介绍给大家，是一首我们发行在我们去年的 EP 里面的一首歌，叫做《白日梦》，也是一首很适合跳舞的歌。所以你们刚刚有没有坐回去了？太早了吧？现在九点呢。好，这首歌因为你们很可爱，所以献给你们，叫做《白日梦》。白日梦，谢谢。